今天呢，就是12月28号，就是丽娃的生日。所以这样，放屁！放屁！放屁！好，我是 Mirabel， 她是 Donut。今天呢，就是12月28号，就是 Leroy 的生日。然后呢，我其实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有筹备了，就说要怎么跟他庆祝今天的这个生日。我就跟他讲说，哎，下午你不可不可以就是出去一下，不要在家。我是跟他讲说，哦，因为我要准备晚餐给你，我不要给你知道我煮什么晚餐。他以为我只是准备晚餐这样简单而已。他前几天还有上个星期都有一直讲说，哎 ，baby， 你好像很久没有做这个东西给我吃了，我很想要吃什么什么，他一直讲这些。他以为我送他礼物就是那个甜点，其实不是，我送的礼物还有其他的，然后我们一起看下去吧，因为我不想透露那么多，行动看一切吧。哎呀，身后的这个沙发，这盏灯，还有这个 coffee table， 等一下呢，我就要把它们给清走，就放一些我要的装饰品。你们也会好奇为什么会装那个？等一下他回来的时候，我问看他知道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东西吗？看他懂不懂 ？OK， 我们一起看下去，看下去。OK， 这边我都要搬掉，这个沙发我一个女生搬。应该可以。这个就是我要装饰在这边的东西。这个包裹呢，在来的时候，因为它很大个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得下它。然后它看到我鬼鬼祟祟的，就是拿包裹啊，它就会问我，哎，你有买东西没？就是会怀疑我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ay, 我再消毒多一次，然后我再给你们看里面的样子是怎样。那么大个，然后它里面就是这样子的。晚餐就是在这边吃。我把我的东西进来。对对，就是这个样子了。这样子啦，所以我现在要准备晚餐，因为晚餐有一点点的棘手，因为算是我第一次做这种料理。OK， 看着去，看着去 ，Let's go。晚餐的部分开始了。Many hours later. OK， 我化好妆了，就是这样子。今天多娜的衣服是这个，很可爱耶。OK， Donut 大致上是这样子啦，可爱。那等 Leroy 回来。最强。很美嘞，怎么这样的？我你，然后然后这个哪里租的？你买的？讲真。
以现在我们的男主角今日的寿星到啦！耶、yeah, ，非常开心，我们想到会是这样的画面，我还以为可能就是。有做东西给我吃啊，就这样吧。其实我要求很简单，但是你做这样真的很开心。我没有真正看里面呢。哇，还有西餐哦。都是西餐来的，等下你吃看就知道我煮什么了。好啦，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呢，就由我女朋友来主持就好了。我今天就是想享受了。Right, donut。哇。哈酸，不知道要讲什么。第一次，哇，还有酒啊！是酒来的，你看我们的 donut， 嗯，在探索世界。蛋糕你做了没？donut， 今天做的。昨天。怎么我没有看到的？你这个真的是买的没？不是阿妈。sponsor 啦。没有，真的是买的。sponsor 啦。现在我们来开始吃。Yeah。本王的经济。OK， 你吃看，我做的是什么料理？日本，它其实是达达酱，嗯，很好吃。已经可以开店了。是啊。你现在吃的这个是日本餐哦，日本料理。哎 ，donut。然后你知道中国会有这种帐篷吗？我们为什么会 deco 帐篷？因为我每次讲我要去露营。嗯，其实是我跟他一起都很喜欢一个 YouTuber， 他是中国人，然后他在日本留学生活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很喜欢很喜欢看他的那个影片，因为他影片很有那种视觉上的享受，用菲林的相机拍的，超好看超美。这种生活就是。我一直都很想要，就是那种户外，然后 camping， 然后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然后同时拍 film， 就是这个、就是我一直以来都很想做的事情，但是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地方，嗯，给大家感觉一下。OK， 我们先吃先。谢谢。关机。你啊。买相机给我噻。Yeah。那继续 make 了嘛？哦。My God， M3 呀。M6 啊，不可以开锅啊！要充话费嘞，怎么多哎？你问谁的？这么你会知道的？你快点啦！哇，你那里买的哦？这个，好厉害！这个有点难找的哦，你那里买？这一卷呢是我一直都很想用的，可是就很贵啦，这一卷。价钱不是重点，但是就很难找的这个。重点是你哪里找都没有的找啊嘞，这几个，尤其是这个，你跟大神买的是吗 ？This one is very rare。我看上这个，为什么你知道我喜欢用这个呢？这个是我们阿乐的，因为、难怪啊，因为他跟你一起玩这个，所以他会比较懂。他突然间跟我讲这个牌子，然后我就快点去查，然后我去查，冰厨有三卷他没有用过。因为我舍不得用，应该这边整盒应该两百块啊，如果要买贵的话，最坑我女朋友的哈，你们就知道。哎呀！要！破！哦耶！太赞 ！Thank you！ 破！太赞 ！Nice！ 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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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在吓到嘞！他们不会。一起来帮他一下，他给他给一些。祝全部人这边全部赚大钱，全部人身体健健康康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哦，耶！哇！
等你回来，我们再一起庆祝。17岁了，怎么办？阿胜都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咯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要讲了啦。啊，等下我还要给你们看一个 video 啊。Hi Roy， 看到这场景有没有怀念在我家吃汤圆的日子呢？祝你生日快乐啦！然后新的一年，希望你的生意越做越好，然后可以不要放弃做你的 video， 因为那个是你的热忱，所以希望新的一年可以继续加油。OK， Happy Birthday！ 到现在有11年了，你被阿庆拉着那个懒觉跑整个 BioLab 那边，一起在后面老师讲课的时候，你在我们在那边玩电脑什么？嗨，大家好。嗨，李瑞翁，老鸡掰你生日，妈嗨呀妈的，我现在很累，我很强，我真的太迟睡觉了，妈的 ，OK， 生日快乐啊啊，生日快乐啊，二十多岁了啊，鸡掰啊 ，YouTube fallen 啊啊，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你回来的时候啊 ，OK， 加油啊 ，OK， the phone， 我没有厉害，我马上会拥抱 ，OK， 加油啊喂，谢谢你啊。在我人生迷茫的时候给我忘了篮球一线，你听 fucking 戏成绩，谢谢你啊喂，感恩遇到你，谢谢你，希望你每天可以过得开心 ，OK， 加油啊 ，The Fun， 嗨 ，YouTube 啊大赚钱，然后照顾自己，什么时候一加一等于三？有时间就回来喽，要想我们公司在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。不要太感动，虽然我知道你是很想我们，不要总是熬夜，不要太操劳，早点睡。所以呢，在这边祝你生日快乐，再加上你的媒体事业这方面呢，哈，走得越来越旺，还有 refund 呢，微商越做越旺 ，OK。李瑞生日快乐，祝你在理发生意上越做越成功，还有在 YouTube 早一点突破 100K 订阅，生日快乐，加油！嗨，李瑞，好久不见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然后祝你的 YouTube 越做越棒，然后跟阿表 stay sweet。Hello， 李瑞，生日快乐！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，说嗨嗨。李瑞翁，李瑞翁，生日快乐，每一天都精彩，生日快乐。李瑞祝你的 YouTube 能够越做越好，快快的破10万 subscriber。 嗨，李瑞，好久不见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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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你的 subscriber 破100000，也祝你的事业越做越成功，顺顺利利。就这样了，等我们回来再一起喝茶。笑，拜托你，登巴哥哥，我顶我很堵先，很堵隔音嘛。拜托你，登巴哥哥。棒棒啊！来来来，哎。妈高一叫我，爸爸啊，那他那高一叫啊，就是，假如我打个都要，这个多少个？这个多啊，这个多八十个钟啊，跟你们几倍？哎，爸跟你们几倍来叫你？爸爸来叫你六个啊，那叫啊，那他那，那他那爸爸个哦，假如我打个都要。啊，都打了，这真巴萨了，巴萨嘛哈，巴萨帕巴萨马兰个，啊，爸这个过来叫啊，哎，心里十多零几高，不够多少零几，哎，高多。爸来不来呢？先。